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飘飘，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带小朋友出去办这个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居住证啊。那等一下再见啦，拜拜。如果再多几个受理点就好了。开过去还是有一点距离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办理居住证的路上啊。那我们因为住在浦东新区嘛，然后就要去浦东新区的受理点。浦东新区呢有三个受理点，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东建路上的花木派出所。这个派出所呢离我们家是最近的，但是开过去也要19公里。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啊，这边啊，花木派出所。那现在准备要进去啊。他这边办理地点呢，就是人像采集和这个办理是在一起的。然后我看了市区有几个区啊，人像采集和受理不是在一起的，还要跑两个地方。那这边拿了这个号码牌了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，马上应该就轮到我们了。然后这边就是人像采集室，它这个受理跟采集啊，你看是在一体的。现在轮到我们了啊，现在民警看了一下，就是说先让我们来这边拍照。在里面拍照片，然后拍了3、4张都不成功，一会说他脸歪，一会说耳朵没看见。现在我儿子不愿意拍了，那现在带他来全家买点东西吃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进去拍。那你在这边吃一下，你等一下再拍哦，听到没有啊？啊。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就是过来办理这个居住证嘛，需要带什么证件？那我们的话就是带好小朋友的台胞证，然后呢，还有我和我老公的在大陆的结婚证，还有小朋友的出生证明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房产证。如果你房子是租的话，那就是带好租赁合同就可以了。前面又尝试着带小朋友到派出所里面去啊，想让他拍照，可是他已经是完全拒绝的。连派出所的门都不愿意进，僵持了一会，完全没办法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打道回府，这个事情只能以后再说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